不好意思，又有人来电话了。看是谁哈？喂，哟，素颜就这么帅？救命啊！素颜就这么帅？你认识他吗？谁呀、啊？童老师，童梦。刚起啊？啊，我们是在录节目呢。我刚才一说到你吧，就是对面的两位朋友就开始社恐了。啊，一位叫做毛不易老师，毛不易老师与雪琴老师。哎，我这也有。我知道这个节目，那个毛雪旺是不是很喜欢是吧？对，我经常刷到。那要不然你赶紧过来吧。你们家住这地方在很近哦。他社交悍匪，你别管他，对吧？我们假装看他，假装看谁。哎呀，这个我都真可爱。就来吧，最后把唠款唠在。越传越近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童老师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别谢。你好。那个啊。哎，他怎么脸红了？雪琴，你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因为他们问说那个喜欢哪个角色，我说喜欢五竹，这个刘端端老师，在社交上比较厉害。太厉害！是是，欢迎你来毛雪旺啊，有机会可以来玩一玩，很近，就在很近，你家离得也不远，要不收拾过来吧？哎，很喜欢这节目，很喜欢，感谢感谢，赶紧来吧。那你给一个屏幕吧。哪个屏最 OK？ 哪个都，你找一个。我发现咱们这几个人吧，搞气氛一般，为难别人，但是实实在在的在行。不好意思，又有人来电话了。看是谁哈？喂，端端。喂，哟，没做头发呢？这个男人。正录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这个男人。太可怕了，这种社交悍匪，哎呀。太可怕了，包子哥，然后还有两个不知道你认识什么人的朋友。